你现在为何去对相亲啊？对我歹面相。我要问您，张家良是不是张水坤？嘛就是我甲任性的亲生爸爸。我来讲实话，才是你心内上爱啦。我开门的时候，伫你的目睭内底看到惨，无面子。我这个囡仔被他看惯无看，我万一变作安尼唔正样，这个婚姻哦，不准搞结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天之娇女。你是去用像爸爸安尼啦？你明明就不要见到，是安怎要去做肉店？之前是爸爸。你嘛是伫怀疑阿杰是毋是为着你，才出手甲是严胜元？泰国分公司已经有消息，明仔我就会得到完整的报告。张家良的太太是你的亲大姐，最重要的是你还顾虑到阿爸的心情。你出手怕胜元，敢是被天外出口？记住你，交代你的真心，我替你感觉真唔甘，我该教是真来。张家良，你是有啥秘密着我？我伫你的目睭内底看到人的脸，惨啊！伫你的面，搁写在你无面子。你敢知影？我干妈看到你的眼神，有偌艰苦？是迄个眼神，妈才会走到这尼济公，这弄着人，这跋倒，这受伤。伊只系一个人秘伫个房间内底，目屎流袂停，我唔惊到我做啥，因为惊爸会知影。你为着要替我出气嫁死爸啦，啊，咱会输一个就天成早嫁的爸爸同款。我只要看到恁这块囡仔会当过得快快乐乐、平安顺遂，我就欢喜啊！答应我，大家都会快快乐乐，好不？你莫袂叫，子晴甲子祥才是你的囡仔，这两个是你冤仇人高尚甲家教你的囡仔。你是我的高人没把高人形象给他，你告。